忘记原唱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，请听歌曲回答问题。问。放旁边来。不是。我晕，我晕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？不是吧？这个游戏呢是我策划的，现场气氛是非常好，大家都非常的开心。好滑的，好滑的，请问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？鲜花盒。哎呦妈！突然，门前的车下有过一句话，大家快乐数一数，快乐数一数，二十六七八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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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呀真多呀！请问歌曲中出现了多少个嘎？请问下一句歌词是什么？什么下一句？